大家好，我是杨洋，是夜华的扮演者。你觉得他会原谅我吗？夜华其实表面上看上去很冷漠，但是其实内心是一个非常深情的人。那用词的话，我觉得是隐忍、痴情。就连你自己的过去都不要了，余生是为你做过傻事。对于我在饰演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挺可怜的人，他的内心戏是非常复杂的。叶华也知道他对于素素感情和对于白浅的感情中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都得他自己去承受吧。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就是首先能够尽量还原这个小说里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性格吧。那在这些之后呢，可能会自己加上去的一个小的一些有趣的一些地方。对，也不好看，你要肯定要落地之后要摆下，之后他一上了我他就这样打我。这个是我自己一个比较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你在打的时候，或者是打当变成龙的时候，从龙变成人的时候，是要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会比较的精益求精对于拍摄的状态。那儿藏了一个，再来一个。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电影，那也希望观众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感受我们这样一段三生三世完全不一样的虐恋。关注三生三世是一段话，谢谢。